Hello， 咁多位，你买餸啊？哦，点止买餸咁简单？咦，我又系买餸喎，咁巧嘅。新嘅 shopping bag， 我哋今日咧嚟到 Hot Toys 喺 Fashion Mall 铜锣湾嘅新铺啊，嚟啦，系啦，大家入去。咁啊，本身都系咁，依望一望翻个前铺啦，有两格，咁啊，前面已经摆咗有唔同嘅 display， 一边就系 Iron Man Series， 另外一边就 Spider-Man Series 嘅。入去咯！我自己覺得最正咧，就係成個 display 咧轉住俾你睇啊！係，起碼唔使擔心。同埋重點係乜嘢啊？重點就梗係最頂嗰度嗰件黃金之帝王 ，Medius。萬分哇！呀、yeah ！全金屬再加埋電度啊！同埋反即係你睇翻之前都叫出過唔少版本啦。佢今次就都依然保持翻嗰個光澤令面。但是其實如果大家已經有早前另外那兩隻 Medius 的話，今次他用最新的 Mark 7 Body 去執，所以變了又給錢咯。一陣兜過圈先就看 Spider，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呢、一比一，如果沒記錯之前應該在展覽場地都見過的，是哇，都原來 Peter Parker 都挺大隻，等被蜘蛛咬，我哋喺兜去呢边先，或者咁啊。当然 ，Hot Toys 唔系净系话卖一比六嘅，咁本身今次亦都有唔同嘅衫同 T 可以俾大家选购。当然，主题除咗 Hot Toys 之外，仲有 Arrangers 啦。仲有今次最重要就系20周年啊！36.4，祝庆啲唔知会几多少。好。跟住咧，又係本身其實早前大家都見過嘅一個主打系列 ，Cross Rider。叮叮叮叮 ，Cross Rider 有三個特別版本啦。嗱，而家呢啲你見得到咧，就係之前已經出過啦。咁三個特別版本分別咧就係呢一個 Deadpool 係啦，灰色版嘅 Deadpool， 應該係第二集啦，係版。然之後再加埋旁邊我哋見到呢一個咧，紫外光燈嘅黑豹。Yeah， 同埋咧，今次應該第一次出場。第一次出場的意思就係攞住呢一支權杖，係即係飛住嗰陣時俾學阿射箭嗰一幕，我都歷歷在目。好，繼續碌過嚟，哇！今次出 Star Industries 喎，好嘢喎，加埋 Marvel Comics 嘅 logo 咯。係，喂，如果你話反而即係呢一個愛嚟做 logo， 我反而更加有興趣。上面啦，或者諗諗佢啊。好啦，至於下邊，咦？有 exclusive 喎、哦，咩料啊？我都唔知咩料，轉頭睇。另外都叫做算係一個新嘅系列啦，喪屍今次係推出8款嘅，咦喂，呢、這個正喎、哦，非常之可愛的腦袋是可以見翻出嚟嘅。咁如果大家之前有玩過 Marvel 士咧嘅話咧，其實本身佢嗰個造型同呢個 Captain America 一模一樣，個頭蓋都係可以拎出嚟嘅。我已經有現貨㗎啦。耶！哇，佢好似琴日先出片嘅啫。呢啲咪快同開心咯。咁下邊有啲巨型少少嘅 Cross Baby 啦。好，跟住繼續碌過去。金屬色喎、哦，同埋佢嗰腦嗰啲腦漿位咧係用透明件做嘅。俾佢嚟個近少少，做翻個對比啊！反正都係一不做二不休。至於你中意邊個版本呢，就真係睇你興致啦。Cosplay 唔覺唔覺已經出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啦。係啊，揾到食啊嘛！冇計，我冇女朋友。蜘蛛俠你真係搞唔掂啊！你啦，買曬你真係。係。唔係，如果有女朋友好啲嘅，即係買呢啲送都 OK。但係最衰我就冇。啊！如果你覺得太買呢個正常版太貴嘅，可以買下低迷你版嘅。啊！一盒有齊咁多角色，咁就價錢應該比較實惠啲啦。一個 female heroes， 一個 Arrangers team shoot， 有一個即係細細粒容易食喎，幾多錢啊？唔知喎，600蚊，600蚊，哇勁，6嚿水。反而其實我中意呢啲
1:6的 box art magnet 咧，真係儲得過。抽紙盒啊！係啊，即係我哋啲冇錢買嘅，咁咪揾一個掹開，感覺一下嗰種樂趣咯。驗老師啊，要。咦？喂 ，QC OK 喎呢只。係。原來都幾重手喎，拿上手。唔係你有磁石可能我估。喂，呢、這個抵玩喎，咁樣你。啊 ，Manga。你呢一個咪特別大嚿咯。哦。大足一個 size。其實呢個想比上中大啊，呢、這個 Pops 咯。係。佢另外始終是兩間鋪打通啦，所以變咗就爭咗啲嘢，確實係。呢邊咧就輪到有啲偏科學嘅產品啦。除此之外，都是非常之常見或者叫新翻嘅 Lightbox 系列，係 Batman Dun、DC Dun， 呀，仲有 The Chow， 係 The Chow， 唔同種類嘅。中意 Star Wars 嘅朋友，我諗會特別喜歡 Mandalorian。 哇，還有 IG 11啊，正啊！你今天買了沒有？好，跟住就是一些快將出貨的 display 了，我想都可以 close up 一點看回的。這個上次見過啦，這個喪屍版的 Iron Man。 是 Mysterio Iron Man Illusion。 這個舊化和這個情報量是非常之驚人。這個是不是新加佬去吊吊揈的？這個反而真實，可能是新加佬。上次好像都不見過吊吊揈的。OK 喎，當然啦，如果著埋燈嗰件事咧，就更加有氣勢。唔係，重點都有一句，即係如果啲老細呢個唔係 final product 咧，我極度期望本身嗰啲藍色嘅即係啲 illusion 咧可以拆出嚟，更好。跟住就係我偶像同優芙龍合作嘅 randomized Iron Man 啊。我呢個要好埋少少睇下啲細節啊，真係非常之靚。其實入咗隻Van on Pool 之後咧，我反而對佢個可動性有啲期望。哦，因為嗰隻咁嘅龐然大物咧，都總算叫做喐到，同埋叫做喐得幾自然。但目測應該佢哋嗰個內部結構應該唔同嘅，因為呢個比較正常啲嘅 size， 就未必用嗰種玩法。嗰種玩法。同埋我就真係唔知佢個條腰會點樣處理咯。我覺得應該真係要照樣喺Van on 嗰邊再分翻件咧，你先可以喐到。不過呢個我諗就期待佢真真正正嗰個 final product 會係點樣啦。好啦，仲未上映嘅。喂，係喎，話時話 ，Wonder Woman 84有冇話幾時上咧？係咯，都等咗好耐。好似疫情嚟，跟住就好多嘢都延期曬。係。咁啊，主要都係兩個主打啦。咁啊，一個就黃金聖衣天雞座啦，另外一個就正常嘅 Wonder Woman 版。但正常 Wonder Woman 真的很漂亮，所以我兩個都訂了，好彩之前沒有入手、okay， 但今次我沒得避，真的漂亮的、嗯、都看到本身的頭都會有兩種不同的處理，一個就是直髮，一個就是膠髮，始終膠髮都是最穩陣，是黃道、啊、最完美的造型的。到這邊了，亦都係老細最中意嘅 Star Wars 系列。係。因為佢今次嗰個 box art 係咪裝都係咁樣出喎？好過癮啊！喺隻眼喺個窗度，眼超超咁樣，眼超超咁啤住你啊！呢件幾有趣。唔係，都好坦白講，我真係覺得 Howard 係偏心。我覺得佢出親啲 Star Wars 個質素都真係好高。好，仲有嗰邊。好，空窩系列啦，咁本身都見到佢嗰啲舊化同埋著色係真係恰到好處。哦，好埋啲，睇個人樣，個人樣都好靚，同埋嗰種白色嗰種舊化雅色咧，好自然啊，有啲似你琴日玩嗰啲double set 嗰啲嗰啲咁嘅上色嘅方法，係成件都上色好靚。至於重點，重點就係我都唔知係乜嘢啦。可能嚟緊一陣會知道。重點其實喺嗰邊，我哋一係佢。呢度影埋先啦。影喺邊啊？係啊，跟住都係一系列嘅 pops 啦。咁頭先見到嘅燈箱，係呢度都有 show 曬出嚟嘅。除此之外，可以近少少望翻，有唔同嘅時扣，唔
有喪屍系列啦，本身一啲即係 iconic 嘅 hot toys 啦，等等等等等都有嘅。好好啦，咁啊頭先揸上盒咧就唔係太過癮嘅，咁啊而家可以望翻實物，繼續係 Cos Baby 嘅喪屍系列。下低，啊佢兩公婆用翻傳統造型都幾過癮。我完咗一個骷髏頭，呢度。除了本身 Cos Baby 是有喪屍之外呢，他嚟緊的時扣亦都是有喪屍系列和正常的 Q 版 Cos Baby 系列的。哇，那這個嚟緊看看他會不會有一些新進一些的表現呢。跟住上這邊 Cos Rider 啦，Toy Story 都有喎，原來啊，好嘢真係，都係嗰句啦，即係有女朋友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送禮佳品嚟嘅，最衰我冇。而後面有一樣重點喎，金光閃閃嘅。錯，錢你俾唔俾咧？我真係答你唔到喎，我就轉頭會呢一個落單。Anyway。第出了幾多次呢？第三次，咁仍然都要買喎，真係。係冇錯，我係轉頭會再搞嘅。呢只合金版有唔同層次嘅金色，再加上電導，電導都有唔同嘅通喎。本身我目測有三種唔同嘅金色，一個係令金，一個係香檳金，一個係瓦，即係都係瓦少少嘅金色。但係電導金都有兩種啊。係啊，一個令，一個冇咁令咯。一個玫瑰金，一個青金啲嘅，係咁成件事就非常之華麗啦。同埋無可否認，本身Mark Seven 咧喺呢一個1:6嘅 Iron Man 系列咧，都站在幾頂端嘅，即係無論設計同造型都係。咁所以出 Medius 其實都理所當然嘅。聽上係個頭噶啦，望都似個靚仔樣。係啦。我哋今日真係首日單嘅喎，真正首日單。好，跟住隔離有好大隻 Loki 喺度玩緊飛車啦。其實我想坐上去得唔得噶？老豆，可以企上側邊啦，不過個斗篷硬曬。大家可以望一望個比例，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好啦，我哋最後睇翻。係，我哋可以直接望翻而家所有 staff 好忙碌地呢個收緊單，使唔使影埋我？俾錢啦，其實。好。喂，呢一張我覺得值得影喎。Good one， 你問我咧，簽埋名添喎。所有 Star Wars 嘅電影最好睇，我覺得到目前為止都仲係 Good one， 亦都有齊曬，都唔係叫有齊，即係大部分嘅演員嘅簽名亦都喺曬度。呢張真係非常之正。上個有張多謝。係，咁另外 Doctor Strange 啦。好，跟住嗰邊最可怕嘅展品喎，麻煩大家睇翻。哇！唔係，即係唔好介意。我印象中 Robert Downey Jr. 個簽名係咪唔喺度，定係羅素兄弟啲簽名嚟？我真係唔知道。Chris Evans 唔係喎，係嘛？唔知道，定係真係羅素兄弟？好啦，個人嚟講，覺得最重點嘅產品喺呢邊啦。噔噔噔噔。都應該是未公布的嘛，我沒記錯。是的，最搶眼真是這個1:4的靚到。我反而主力推介是這個連埋即是浮池車的 Mandalorian 1:6。不過你看後面。後面。哇。大佬真的沒辦法。好靚啊。你的樣子都好靚。欸，懂聽中文啊，好認真了先。不要介意，麻煩聲去。真的啦，好。Okay, thank you. 又笠翻啦，呢啲咪叫做，唔係雖然我就遲咗嚟，我就影唔到 hot girls， 但係我覺得我個收穫係比影 hot girls 更加正。係。
好，咁我哋真係睇翻本身個 close up 啦。呢個後期型嘅全武裝真係冇得輸啊！呢個質感，金屬嘅質感。嗰個即係磨損啊、鏽蝕啊，你唔會即係真係用不温不火嚟形容。咁真係幾靚喎！呢一個你仲要影埋 the chow 添啊 ，the chow 先至重中之重啊！車尾嗰、那個一個唔夠熱，彈一彈就飛咗出嚟啦。跟住就到。玩開一比六，不如玩埋一比一啦，都係嗰句。哇！一比一，佢最開心就係你可以攞埋呢條一比一嘅頸鏈去戴。其實係買頸鏈送 the trial。啊！都嘅啦，未公布嘅，咁變咗幾多錢？大家就留意翻 Hot Toys 嘅官網啦。另外一個好可怕嘅重點。哇！一比四。就係一比四嘅 Mandalorian。同埋一比四嘅對抄，連埋呢個 BB 夾，真係問你死未？真係搞唔掂。呢個真係攞命。實在太靚啦！當然，如果一比四太重負擔嘅，隔離 Cost City 應該百零蚊搞掂，一定買得到嘅。哇！唔好講喎，佢嗰個車咧雖然係 Q 版，但係都做足夠化嘅喎，做足曬夠化，好靚靚。轉瞬間我們都叫兜了一個圈了，是雖然即我們自己叫做親身經歷，是但是大家想即感受到那種震撼的話，你們都是要來百德新街的。是對面有看戲，還有 Donkey Donkey 添，是噹噹噹Donkey 死了了，死未好，那就差不多了，希望接下來很快再跟大家見面，拜拜。喂，張啊！